Our school expertise basically ranges along the lines of the six departments, okay? But rather than keeping yourself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six departments, you can always cross or do an interdisciplinary or even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which you have you choose your own main supervisor, you can have another co-supervisor from a different program. What we would like to train you at this level is that to be more critical, to be more analytical, okay? To question what you read, okay? To think about along the theories and also conceptual frameworks that could probably help you in the aspects of your analysis. Of course, there's a certain level of dedication, also commitment that we needed from students undertaking this program, because they have to be self-disciplined in terms of their commitment and also meeting up with their supervisors along the way of their own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ir own research and all that. If you are interested with our research program at School of the Arts, please drop us a line, or you can always go to our website and look at the academic profiles of our staff and lecturers. Send them an email telling about your interest in certain research area that you are looking at. Okay, have small discussions first and write a few pages of research proposals, then apply to the IPS website. Don't worry too much, take maybe steps, and before you know it, you'll be at the end of the full stop of your thesis. Hello，你好。Hello，你好，Can you hear me？Hi, good morning, everybody. Can you hear me？Yes, we can hear you, Doctor. Thank you. 早上好。我是静怡。理科大学艺术学院其中一名教员。首先，我想代表理科大学，艺术学院，感谢各位播出宝贵的时间来到这个座谈会。今天，所以我们想要介绍的就是我们艺术学院。那第一我们想要给你看一下的就是我们学院的网页。好，那如果你来到我们艺术学院的网页，就是 arts.usm.my。那关于研究学院的一些资讯，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来到这个 program 这一边，然后你就往下按，然后这一边就有一个 postgrad， 就是研究学院所有的科系。那在我们研究学院，基本上其实我们有全日制跟非全日制的课程，然后我们主要有四个部门。就是我们有纯艺术，我们有音乐系，我们有戏剧与演艺，那最后一个就是设计系。那虽然说我们有四个部门，可是这边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其实是有六个单位。那第一就是纯艺术嘛，第二就是我们的视觉传达，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戏剧与演艺，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的音乐系，接下来我们就有我们的新传媒与艺术。然后再接下来呢，我们就有着我们的产品设计系。那当你要知道更多关于我们的科系的一些资讯，其实你可以直接点按这边，就是 postgraduate。
这一边你就点按进去，那你点按进去了过后呢，它就会出现这些资料，然后基本上我们有一些关于我们的研究系的一些简讯，就是关于一些资料。那如果你要想就是重看回刚才我播的那一个影片的话，就是在这边其实你可以重看回。那刚才那位女士其实就是我们艺术系学院的副院长，就是研究院的负责人。然后接下来如果是说你还想要更多关于我们部门的资料，其实你就可以点按进去相关的部门。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往这一边旁边这一边看，其实我们给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步骤，那就是说这里我们有解释说，如果你要加入我们的研究学院，那基本上它有三个简单的步骤。那第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当然你就要先知道说 IBS 他们有着他们的一些就是入学的一些条件。那只要你点击这一边，我们就会把你带到 IBS 的网页，然后你就可以找一下关于他们的要求啊什么那些。那重回刚才这一边步骤二呢，基本上步骤二我们就说你们需要的就是要找一个适合您的导师。那怎么说找一个适合您的导师呢，就是最先其实你可以按进去这一边，就是 click here。 那只要我们一按进去，你就会有一些我们全部就是艺术系学院所有导师的一些个人资料，所以你就可以就是参考一下，看一下每一位导师的就是他们的领域跟他们的专业是在哪一个方面。那就打个比如说，如果这是Dr. Ashley，那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那你只要点进去过后，你就可以看到Dr. Ashley所做过的相关研究，他的专业领域是在哪里，还有就是他所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什么的，这些都可以在这一边看到。所以这些其实我们觉得说是会对就是有兴趣加入研究学院的学生会有一定的帮助。而且我们是觉得说，当你先如果你可以就是提早知道说大概自己要做一些什么，然后可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导师，那你就就是你写你的那个 proposal 的时候就会基本上会比较容易上手。那第三步骤我们要求的就是当你呈上你的那个申请表格的时候，我们是希望说你也可以交一个策划书给我们。那我们的策划书其实我们也有给了你一个就策划书的一个规格，那这边我没有跟你说我们要的是什么。那基本上每一份策划书我们觉得说我们要的是最少一个五页的一个策划书。那如果你往下看我们也有跟你说你需要分成哪一些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当然你需要写的就是一个标题跟一个大纲，那稍微解释一下就是 introduction 这边你就要稍微解释一下说你想做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你想研究的是哪一方面的东西。然后第三个步骤呢，你就要写出说就是关于你想研讨的一个课题的你所有的一些知识跟一些理论，或者是说你觉得说哪一些理论是适合用在这个研究方面。那第四个就是说研究那一方面你主要是要研究哪一块，是要探讨哪一些课题。然后当然也包括第五就是你的研究步骤那些就是稍微给我们知道一下。那接下来我们也会就是需要你在第六个部分这边就写说这个研究你觉得说当你把它完成过后，它会对一些知识啊或者是对社会会有一些怎么样的贡献。那第七个当然是说其他的一些资讯。当然如果是说可能可以的话，最好就是可能说你的策划书里面有没有想过说你这是要在三年里面完成吗，还是你要在五年里面完成，还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步骤，或者是说你之前做过的一些什么研究是跟这个将来你想要做的研究是有关系的。然后当然最后一个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你在做的这个策划书的时候大概用了一些怎么样的一些参考。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申请的一些小步骤。然后这边第二块呢，我们其实也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就是我们的小册子，
就是你如果点击下去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小册子出来给你知道一些关于我们艺术心理学院的一些资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其实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有两个 email 在这边，就是这两个电邮都是你可以把就是你想问的东西都发电邮过来给我们。那我们的行政人员随时都很乐意的为你们服务。然后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一块，因为我们都想说尽快可以让你们成为我们艺术系研究学院的一份子。然后基本上我的就是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接下来我就想说直接我们就直接去到 Q&A， 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在这边提出来，或者是你直接可以把麦克风开了，然后跟我说一下你有什么东西是想要问的，或者是想要咨询的。好，从上面我看到的就是现在OK， 这个文档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arts.usm.my 那一个网页那一边就可以找到了。然后接下来刘文文想问一下，说十月开学的去学校还是在家上课？十月现在因为政府现在还在实行这行动管制令，所以基本上十月我们还是不会面对面的授课。但是网上授课还是会进行的。How many PTE scores can be accepted by USM？ Tina， 刚才你这个问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些 score point 这些，其实还有一个我想补充的就是说，因为艺术系学院我们也就是除了理论上，我们也讲一些关于比较实践性的过程，所以就是。基本上如果是说你的那个分数不达标或者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有相关领域的研究，或者是说你有相关领域的一些工作经验，那一些我们都会把它带入考量之中，就是考量的一个元素，那接受与不接受这些都是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有那些相关的就是背景，那就麻烦你把它也放进你的策划书里面给我们知道一下。The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for PhD in music. 凤，我想请问一下，你是说 PhD 两年毕业 requirement 什么instrument？ 其实如果你是说 PhD 基本上我们也不是说会怎么样说，就是说我们不会受一些音乐的课程，但是主要都是以研究为主，就是我们都是主要以研究为主。但是如果你对其他你想学一些乐器什么的，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课，就是可能你可以跟一些本科生一起上课。九月份国际生是不是还不能去学校？是的，非常不好意思，九月份我们还是需要线上教课。凤说的是，比如说如果你是说你的硕士课程是学习音乐表演，可是你的博士都是音乐理论。风，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你的问题，或者是你介不介意把麦克风开了，然后直接跟我在这边聊一下。老师你好。哎，你好。就是我看那个 USM 它的那个研究方向都是一些理论方面的。但是我的本硕呢都是学这个演奏演唱的方面，就是说可以申请吗？我们都是以理论为主，但是如果你之前就是你有演奏方面的一些经验，那一些我们都会带入考量，就是他会对，就是说他会帮你的就是申请那一方面加一些分数，就是说被录取的机会会比较高。谢谢老师。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博士的他那个毕业要求也要发那个论文吗？就是我就是比如像对我们这种音乐方面的话，他要发论文的话比较困难，然后我就想了解一下他这个要求。对，因为我们学院的要求就是一定要发论文。
是普刊就可以，还是说就是必须是被什么什么收录的那种？什么意思？就不好是意必思。须是，它是有什么级别的吗？就是说，对，必须是什么什么普刊啊，或者是什么 C 刊啊那种，还是说就？说是那种 scopus 吗？那种就是，就是文章那些 scopus 那些 publications 都是基本需要，但是论文是肯定需要的。哦，行，那了解了，谢谢老师。好，谢谢。023835，你是说发一篇 scopus 吗？scopus 如果是。scopus 就如果是 PhD 就两篇，就像之前Barbara 所说的，scopus 是两篇。还有其他问题吗？请问你们还有其他东西想询问吗？Any more questions？还有什么东西要问吗？是 Wendy，对，Wendy 是有问说有否面试，所以呢，我们都会有面试过后才会决定说就是录不录取学生，但是面试基本上都是大多数都会透过就是 either 是我们会可能我们会用 Zoom，或者是可能我们会用 Skype。School of Arts 要求一篇 scopus，那是给硕士生。如果你要申请博士学位研究的话，那如果你有推荐信，当然那是更好的。作品如果你有的话，当然也可以一块发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因为如果你有这些作品或者是推荐信，跟你的那个申请表一起发来的话，那其实就会就是他就会对你的那个申请。有比较多一点的帮助。对的，是所有的专业都需要面试的，没错。妙香问的是说美术学博士有吗？有的。对，我们是有美术学研究学位的。本科、硕士、博士都需要雅思成绩吗？Nick Yuan 在我们艺术学院，就是基本上如果你有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就会对你的申请会比较有帮助。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可能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就是我们先弄一个面试，然后我们就大概懂一下说你的英文程度适不适合。博士，我们是没有，就是说规定的一个课程。哦，你是说就是需要来的那些马语课？马语课，对，马语课就是只有一个学期需要上马语课。艺术学院的中国国际博士一般需要多久毕业？博士，我们大概就是最少24个月的时间，或者最长72个月的时间，那就等于大概2年到2年，2年到6年之间。美术学博士毕业要求是和其他专业是的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需要写一本论文。请问还有其他的询问吗？或哎，者老师，是还有什么你搞不清楚的吗？你好。哎，你好。哎，我是袁国涛，那个什么，那刚才你提到的话，就说那个本硕博申请的话，可能不需要雅思成绩，只是面试如果通过的话就能录取，是这意思吗对，是的。？OK，这样，因为确实国内的学生的话，艺术类学生的语言英语普遍是比较不好的，所以说对雅思来说他们很难，就说这样的话，就说我就明白了。
这样的话就说对学生来说，让他练习好听力和口语，基本上就他都对对对，是的，就是口语技巧，然后当然书写，我们也会透过你的那个策划书，就是你那一份计划书来，就是审测过。本科生申请的话，不需要什么策划书吧？本科生不需要，只需要他的高中成绩，包括对就可以了，是吧？对，是的。好的，好的，谢谢您。嗯嗯。不好意思，再看回一下，Wendy 问说，如果需要面试，有哪些建议？如果是说需要面试，其实就是你准备一下，跟你想，研究的那一块，就是稍微准备一下，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可能给我们的教职员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就是可能我们已经知道说，哦，你对这一面是真的有兴趣的。或是这一方面你是真的有一些已经掌握了一些知识，那我们可以再深入的一些做一些深入的探讨跟研究。一般上的问题我们都会要知道说你想要研究的是哪一方面。023/835对的雅思我们不需要，艺术学院我们不要求有雅思。凤问的是说，博士论文必须是收录于 Scopus 吗？可不可以两篇普通期刊的？是 Scopus， 对，是一定要是 Scopus。应该，这基本上其实，我们最近有放了一些通融，就是可能说你有一个 Scopus， 另外一个就是普通期刊，我们都还可以接受。那个也是我们最基本需要你们达标的，就是毕业前需要达到的。面试过后也不需要提供语言成绩，对的，可以直接进专业课。是的，你可以直接进专业课，只是就是马来文来到了我们学院这边，还是需要上一堂的马来文课。023/835，你为的是说雅思才能换取无条件录取，所谓的无条件录取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凤问的是说会对发表论文帮助，你是说你发表论文那时候你的导师会不会给你协助吗？哦，那个是肯定的，因为当你就是如果我们是成为你的导师的话，当然那个也是我们的职责之一。请问你还有其他的询问吗？在马来西亚学习至少多久？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是说拿硕士课程的话，它基本上都是12个月到36个月，就等于1年到3年的时间。那如果是博士课程的话，最短就是最快的时间就是大概2年，最长就是大概去到6年吧。那当然这个也是看你个人的进度。因为有的学生真的是上进心很强，那些都是基本上都是能够在2年之内就已经考取到了博士学位。大多数人大概都是3年到4年吧，博士学位。对，然后硕士学位大概都是1.5到2年之间。如果不去学校报道该怎么注册？注册这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是网上注册。对，网上注册。好，谢谢 Dr. Fair。 课程学习后可以在中国做学术研究吗？我 Randy， 我觉得这不成问题吧。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的学位都是受国际认可的。然后新问的是一年都在博士攻读，请问是什么意思呢？问题看了不太懂。
您好，就是说一年至少在马来西亚待够多久？然后每一年都要至少是不是要待够3个月呢？每一年至少，那个其实基本上就是看你跟你的导师怎么样的沟通方式。哦，我们谢谢就谢不谢。会规定说你一年需要待多久，但是那个当然他也看一下你的 visa 那一些条件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是就是在职的大学老师，就对。想着一年，对，我们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嘛，所以就想问一下，比如说我跟老师约好了这几个月去上课，然后比如说我一年把这个课集中几个月上完了，然后就可以在国内进行研究，是可以的，是吗？是硕士班吗？还是博士班呢？博士班，博士班。博士班基本上都是只做研究，你们都基本上都不太需要来上课，所以就是看一下你跟你的导师就是怎么把时间安排好，就是这样而已。需要比如说马来文他，对，需要马来文这个班，对对上马对，来是文的，班吗？要上。对对，只是需要放马来文班，上马来文班只是一个学期。就一个学期，对，那也就就是是说导师。刚报到的那一个学期，就是一个学期而已。也就是说，导师如果同意的话，我是可以跟他直接就是在网上联系的，是这意思对，吗？没有问题。对，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谢谢。好，不客气。每年的7月、9月，对，我们都在学校，所以基本上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这边，我们的老师都。不太像中国那样，就是我们不放暑假的。没有，我们没有寒暑假。收到了线上注册的邮件，请问最迟的回复时间是什么时间？另不好意思，请问你收到线上注册邮件是哪类型的邮件？如果你说是申请表格的话，基本上，只要你们申请表格一发过来，我们大概都会在1、2个星期内就是安排一下，看一下怎样能够线上面试，然后我们都会通过电邮联系你们。哎，你好，我还有个问题再问一下啊，就没问是题。，OK，就是如果因为我们这边，你看我们这边有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这个导师，我上完马来文班之后呢，我跟导师直接就是国内国外的联系，但我不在马来西亚，但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认证会不会跟这个学习的，就是待在这个学校的时间有关系，其实就是学历认证。我们是鼓励说，至少你一年就至少要见你的导师好几次吧，因为基本上线上学习跟面对面的教导，它多多少少都会有差，尤其是在艺术这一方面。所所以我们以是这鼓励个说，最好是能够来回，如果你方便的话。来回，然后待的时间方面，因为要根据国内这边认证的有时间要求嘛，就对对，就是跟着中国国内认证的时间要求。哦，这样的，哦，好的，哎，好的，感谢。好。好，哎，不客气。硕士毕业过后，当然我们当然欢迎你们继续攻读博士啊。offer letter 收到之后需要认证之类的吗？offer letter 收到之后，我觉得你基本上你应该就要开始跟 IBS 注册了。好，那请问还有其他的询问吗？还有一个刘文文你是问你们学校是硕士毕业授课型的吗？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吗？是可以的，我们会考虑。对，那在这里就补充一下，如果说你们还有任何的疑问，那随时都欢迎你们联系我们。那我们的电邮就是在刚才的网页可以看到。那如果是说你没有看到的话，现在我也可以把它就是打在这一边，就可以把它写下来。不好意思，我需要做一些更正一下。刚才是关于到那一个英文的那一个英文的条件，硕士跟博士在艺术学院他们是没有这一个英文的条件，你们还是
是能够申请，如果没有英文的条件。只是本科生，本科生的申请的话，本科课程是需要有英语的条件，不一样在这一边。OK， 谢谢。还有没有问题了吧？如果有问题的话，请你们再联络我们的 Dr. Jin， 他会一一再帮你们回答的问题。Thank you, Dr. Jin。好，谢谢，谢谢。We are going to move to the next session. Again, see you in the next session. If you have any inquiry, please contact Dr. Jin. Thank you so much. OK， 谢谢大家。Thank you.